大家好，我是小尚。各位同学对于各地图中免费赠送的植物可还有印象？今天咱们就来盘点各世界免费赠送的植物有哪些。神秘埃及卷心菜，五阶才看大用，冰豆生菜好用的控制植物，四倍藤功能植物，海盗港湾玉米投手人品植物，地刺滚筒钢琴僵尸鸡的克星，弹簧豆海盗港湾好用的植物，黄叶西部双向射手有点鸡肋了，巴豆非常好用的一次性植物，闪电芦苇刮痧电疗的杀鸡植物，功夫世界火葫芦喷火还会喷假火，白萝卜抵御黑洞功能植物，未来世界三叶草王克飞行僵尸植物，提前拿的顺序可排第一，脉冲黄桃克制机械类僵尸，黑暗时代过气阳光生产橙卡，路灯花造出盗贼僵尸的植物，大喷菇优秀的白卡输出，咖啡豆非常有用的功能辅助植物，磁力菇受限于等级这植物使用率不咋样，巨浪沙滩盐液固定功能植物，缠绕水草和磁力菇的问题一样，鳄梨还是世界的鳄梨好用，冰河世界烤马铃薯功能植物，火焰豌豆冰天雪地里融化冰块也不错，天空之城旋转无尽飞行植物中优先级很低的植物了，漩涡琵琶非常不错的功能植物，电离红掌吸收电荷的植物，灯笼草针对仲裁者 X 的植物，失落之城红针花主要应付失落地图固定关卡，菠萝蜜大地就是在这里得到，从而横空出世，摇滚年代潜伏芹菜存在感比较低，复活萝卜很有用的功能植物，恐龙危机原始豌豆也是获得优先级超高的植物，平民控制神器香水菇地图固定功能植物，蓝小荆棘克制雷龙的功能植物，摩登世界月光花暗影植物的能量之源，银耳草刮痧植物一枚，蒸汽时代平顶菇没啥用的功能植物，吹风夹栏非常好用的击飞神器，炎恶射手和豌豆射手很接近的植物，复兴时代冬瓜守卫可以替代坚果的功能植物，芦荟医师功能强大的辅助植物，平安时代滴水冰莲针对花火僵尸的功能植物，青金藤针对忍者小鬼的功能植物，石斛防风网针对神风的功能植物，血量也很高。关于各世界免费赠送的植物盘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让我对这些植物排个前三顺位的话，我这边是三叶草原始豌豆芦荟，不知道其他同学顺位如何。万物皆可盘点，我是小撒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